老虎、狮子、所有的猛兽遵循的只有一条原则：强者为王。你们都是从各省各高校出来的，历经各种大赛的磨练，被选拔到这里，成为为国争光的青年才俊。你们已经初具钢牙利齿，身上满满的都是朝气和锐气。 不要有畏惧，不要有后顾之忧，但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永远记住，王者是从来不会有人让位给你的，是靠自己搏杀而来的。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十项全能的蔡立秋。你好，段宇成，多指教。这什么鬼态度？这是？啊？ 请你们回答我，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听不清。准备好了。哎呀，哎呀，这训练强度是要累死爹呀！这才第一周你就适应不了了，确实不适应。哎，累无所谓，死不了就行。 就是看不惯这帮小子腿跟安了弹簧似的，刺死我的！干嘛呢？王王我。喂。今天训练完了？对，结束了。累坏了吧？嗯，肯定累啊。那还给我打电话？给你打完电话就不累了。说不定跟你通完电话，我还能绕着操场再跑5公里。我好想你啊。这才一周。 别耍赖啊！你那边好安静啊。对啊，这个基地超级大，人又很少。我觉得还是咱们南大好。有人笑，有人闹。这所有人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每天就是吃饭、睡觉、训练、吃饭、睡觉、训练。你把心沉下来，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知道，你也不用那么担心我了。其实，你也不用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那不行，这是我作为有女朋友的唯一福利。不然我不就跟李哥那小子一样了吗？行，那你打吧。不过今天先到这儿吧，一会儿王主任找我开会。行。 那你亲我一下。我不。我认真的，你亲我一下。好了，不逼你了。那这样，你说一句我爱你，说了我就睡觉。
我爱你。我也爱你。晚安。晚安。晚安。总不能一直反复反复试探，天色又亮了大半，而我们站在路的两端，教练，可以啊，你这2.23的成绩放到职业跳高里面都能拿得出手了。我看看总成绩啊，都快赶上前辈了，好好努力，能过7600了。我努力赶上前辈们。加油，你只要保持住现在这样的成绩，参加亚锦赛一定没问题。一定努力，教练。立秋，要有点危机感了。李秋，走，聊两句。你心理素质还不错，但在国家队训练除了成绩，其他方面的压力也不小。我觉得提高成绩就行，别的我都不在乎。你都有粉丝后援会了。啊。自己没注意吗？林队，我最近没怎么上网。我有粉丝。粉我什么呀？有粉丝后援会也应该，你们都是为国争光的潜力股，有些宣传也不错。但要记着啊，戒骄戒躁，别因为有人喜欢就忘了自己就飘了。加油。好，领队。我真不知道这些后援会都是怎么来的。我向你保证，里面每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你跟我在表忠心呢。我看有几个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跟你还挺般配。罗娜，你能不能别老是这么开玩笑？我不想让他们喜欢我，我也不会喜欢别人的。好，你心思别乱飘就行，都给我放在训练上啊。哪有乱飘？我除了把心思分给你之外，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训练上。哎，我最近7600分了。教练跟我说，我再训练训练，我就可以赶超蔡立秋了，厉害吧？你最厉害了，看来亚锦赛没问题了。你又聊训练，你要每一次跟我聊两三句话，你就又开始聊训练。哎呀！你小点声！李格回来了，还好我不是练短跑的。百米可是田径的门面，大家都等着亚锦赛他们拿金牌呢。对啊，我们周末都要家训，每一次回来就这个死样子，话倒是一样多，烦死了。没有吧？看人呢，我觉得都。雨成，等一下，全能大神清不清楚，可狼可毛。干什么？你不要老是看别人电脑行不行？哎，这你什么时候拍照片啊？你那时候还练跳高呢吧？你笑的是真开心啊，你是
真喜欢跳高啊。行了，睡你觉去。我也想睡觉啊，还不是被你谈情说爱吵得睡不着啊。还在吗？行，那你快去休息吧，晚上打给我啊。好吧，嗯，拜拜。嗯，拜拜。你笑的是真开心，真喜欢跳高。哎，你没发现这两天基地人变多了吗？校门口休息室人还那么多人，还有两周就比赛了，之前出去比赛那帮人也都回来了，人可不就多了吗？嗯，对呀。哎，醒着了！快！我起！想死你了！起来！起来！我起来！是不是又长高了？好像长高了一点。来来，离我远点。看来国外伙食还不错，都成年了还能二次发育。你再高就奔着两米去了，知道吗？这好事要是能落到你头上，也不至于转型。来，给我看，这竹签谁呀？不要乱说话啊！人家是你的师哥，从南大跳高队出去的，现在已经代表国家队去国外比赛了。我是师哥了？呸！他。谁是师哥，不是比个头，比智商，你俩也差不了太多。那他得多聪明！你觉得呢？太强了！欧王，之前是不是对你太友好了？不是，我真觉得你别谁呀？别打架，别打架！哦，我想起来你是谁了，你是在面馆里面跟我们打架的那个人。哦，我也想起来了，你就是拿着锅一直喊冲那傻大个儿。哟，这么高了啊！你是被师哥带进队的？谁是师哥？我是他师哥，我把他带进队的。哎，扯什么呢？哎，你是我对呀、啊，我是你师哥，你师哥。哎，他是一天百米跑出了我赢了你，我把你招进。大侠姐，大侠姐，南大这次去比赛的就我们四个了。最后两周我们加把劲儿，给咱们南大争口气，加油加油加油。哼，这么励志啊。加油加油。你现在火透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外面比赛都能听到你的消息。什么消息啊？那一个个小动作做的老风骚了，我保存了好几个呢。别的大侠姐，后援会什么的都不是我干的，还有什么照片那种，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人气高说明你受欢迎嘛，是不是？别那，哎，你之前的比赛我看过，多好，哎，太软了，一点都没劲儿，一大老爷们儿娘不拉几的，怎么回事？他们俩干嘛呢？干嘛呀？喂，练得不错，妈妈最近练得好，领队找你。现在吗？对，抓紧去啊！好，快点来啊，师哥。没事，别问我。领队，跟你说件事儿，队里准备派你去拍广告。我拍广告？嗯，我别了吧，这种宣传广告什么的我都不太懂，我还是抓紧时间训练吧。现在像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呢，
有很多人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们为什么要宣传？就是要像你这样的运动员让更多的人知道，也把你这代年轻运动员的精神更好的传播出去，这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懂吗？但我听说之前定的人是蔡立秋啊。这个你不用担心，蔡立秋那边我都已经谈妥了。那行，我去，保证完成任务。我本来不想去的，但我想了想，觉得郭领队说的也没错。教练们都有分寸，不会让你们拍宣传耽误训练的，你踏实听安排就好。不习惯啊？体育宣传也是运动员的分内工作，你看你网上那么多粉丝，要是每个人看了你的广告都对体育感兴趣了，不也是好事吗？对不对？好了，别多想了啊。那个接我的车来了，我先挂了啊。就这样啊，好，保持状态。好的，特别好。哎，范正啊，我昨天跟你说的没错吧？就是这个状态。对，眼神给一点，眼神再狠一点。好，放心吧，我就给你们安排好了酒店，明天早上就把你们送回去。酒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晚。对，所以说好好的把这个拍完就可以了。哎，各位运动员老师，大家亲密一点，紧凑一点啊！大家可以搭肩膀，哎，一起搭肩膀。对，哎，看我，哎，特别好啊。那个，我看拍摄效果，我们的拍摄效果都非常好。好。哎，对了，那个赞助商请吃饭，您这边真的不去了？我不去了，太累了。那你好好休息。谢谢。好，拜拜。哎，嘿，你干嘛？你干嘛？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想我了？放我下来！你是不是想我了？你肯定想我了！快点放我下来！那么多人呢！快点！我就是路过啊，我先走了。少来，你不许走。不管你想没想我，反正我想你。行了，不浪费时间了，距离你睡觉还有两个小时，走。什么？走？去哪儿啊？爸。去哪儿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买小饰品吗？哎，你这样不累吗？耽误我吃东西了。不行，这儿人那么多，你到时候走丢了怎么办？我比你大八岁，不是只有八岁。不管。哎，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你尝一口。不是我不能吃，我不吃。尝一口，真的，真的特别好吃。不吃了，不是我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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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还挺自觉呀你。不行，我比赛前体脂率一定不能破9。哼，有前途啊，小伙子。必须的。哎，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哎，两位随便挑。这个是新款，这个几个啊，是我们设计师款。挑一下，挑一下。两分钟。两分钟以后就还给我啊！哎，好了，纸条给我，我帮你拿。哪个好看？你戴都好看。这个是我们设计师款，别处买不到的。那我要了。好的。都是在网上订的，这衣服能赚一半多的钱呢。可是他说别的地方买不到啊。那怎么这么好骗啊？不然给你们便宜点，2付7折。嗯，要了。
他刚试两款，各要一支，给您200，行吗？好。过去了。你别动，过来。给我。哒滴哒哒。无二的当然好看，走吧。走吧。谢谢啊。给我给了，来我再吃了你。哇，钻石杯跳高决赛，厉害。哎，我还知道这个运动员，去年刚露头角，今年就直接进决赛了，真厉害。走吧，走吧。走。早睡。什么意思啊？你不上去吗？我不能上去啊。什么不能上？来了来了，走了。哎，不行，真不行。不听话，过来。行，我说行就行。听话。哎，好好睡觉。好了啊，听话。啊，为什么？来都来了，为什么不上去啊？等其他运动员回来，领队就该查房了。你再不回，就要被抓小辫子了。那，你明天早上能不能陪我吃早饭？我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就回去了，马上校运会了，我这回也是偷跑出来的。好吧。你好好的啊，乖一点，早点睡。嗯。我走了。拜拜。不行，我要送你。那你跟我实话实说，你这一次来是不是因为担心我？那不然呢？你在电话那头都快断气了。谁快断气了？我没有断气好吗？我好着呢。那你是在跟我装模作样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装，我真的快断气了。你备战情况怎么样啊？还不错吧。上面有没有跟你们定成绩要求？其实上面对我们这项目的要求不高，只不过今年叶伟文、蔡立秋的成绩跟状态都还不错，领导就希望我们能拿个金牌。特别是我。那你要加油啊！嗯，不要被其他事情影响心情，知道吗？还有半个月就亚锦赛了，我会在电视上看你的。不管你到哪儿，我都会给你加油的。
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现在到记者提问的环节。好，那一位。我想向段宇成选手提问。段宇成你好，我想问，最近你在网上很火，关注你的人也越来越多，对你的生活和训练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但我听说你一周内就接了三四条广告，这拍摄和训练时间不会冲突吗？广告的话是之前队。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队里的训练时间分配很合理，不会存在影响。那你作为一名新人，不仅有机会跟这么多成绩斐然的前辈们坐在一起接受媒体采访，名气还比他们高不少，你的心情怎么样？我很荣幸跟各位前辈一起参加采访。这一次比赛我一定会努力，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谢谢。请问，还有人提问吗？大家不要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大家不要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这一位。段宇成，时间还很充裕，要再聊一聊吗？聊什么？你其实还是挺喜欢打广告的吧？之前拒绝我给你推荐的经纪公司，是你那个女教练的意思？跟他没关系。哦，是吗？你这位叫罗娜的女教练，不仅是你的教练，还是你女朋友吧？他爸爸叫罗守民，早年间国内知名田径教练，后来去国外学习就再没回来。本来是想把练短跑的女儿带出国去训练的，可罗娜不同意。退役以后就考了南大的研究生，一心想要当教练。你是他带的第一个运动员，这第一个运动员就谈起了恋爱，他是挺着急的。这估计年龄不小了吧，比你大八岁。我告诉你，这事跟你没关系，懂吗？是，跟我没关系。你可要想清楚，他这么做不一定是为了你好。我听说早年间在国内，他爸爸就非常反对运动员搞宣传。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这么做说不定就是怕他爸爸对你有意见，也说不定啊是怕你火了就看不上他了啊。哎，你听我说，这女人的心思我比你懂。放手。你不要因为他自私毁了你自己啊。你这么好的条件我给你多拍几次。放手。什么脾气？谢谢。啊，你是蔡立秋？嗯。他平时私下对你们前辈也这个态度啊？他这人就这样子吧。哎，你有时间的话，我请你吃个饭。你们平时训练多吗？
这文章竟然说他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把原本要拍摄广告的运动员给挤下去的，还说什么为了配合他拍摄把田径队主力选手给招进回去了。这个吕瑶他简直就避重就轻，故意抹黑呢。你偷偷去看他跟我报备了吗？他这两天状态不好，我就去安抚一下他。这个记者啊，在业界的话语权不小，他一看就是想把事情给搞大了。段奕成这帮粉丝呢，又拧成一股绳，跟吕瑶对着干，情况不妙啊！我肯定得找他算账去。你找谁算账啊？吕瑶啊，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去吗？啊，我呢，这两天学校附近抓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小媒体记者，他们都干嘛来了？都是冲你来的，你就别给我出风头了啊！低调点。对不起，主任。那这件事儿，国家队打算怎么处理啊？你先别着急，我去探探口风，先回去吧。不是，您早就知道了，我其实也是后知后觉。嘿，段宇成这臭小子有两下子啊，连我们小罗都能拿下，最当时。对不住了啊，抱歉啊，抱歉啊。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去参赛了，你有可能要留在基地了。领导针对你这个情况，队里还要开一次研究会，明确一下纪律。等会后，如果你想好好休息一下的话，亚锦赛这几天呢，我觉得可以给你放个假。不行啊，领队，我还有其他事要处理，我先走了。领队，教练，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忍，但比赛我一定得去啊。宇成，我也希望你能上场。立秋这小子犯糊涂啊。所以这件事是他跟记者说的，对吗？他也编排不出来这么多内容，那个记者问什么他没否认就是了。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你成绩上来得太快，他压力太大，我没想到他情绪问题这么严重。让我跟他比一场。什么意思？一天十个项目，谁的分数高谁上，我可以证明我的实力。宇成，现在不是实力的问题，你的实力我们都知道。不是，那能是什么问题？参加比赛不就是实力问题吗？就因为那几篇胡扯的报道，我就不能参加比赛？宇成，凭什么？你现在的情绪我能理解，我知道你很生气，这件事呢也确实对你很不公平，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实在太坏了，等风头过一过吧，好吗？你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教练答应你，等比赛一结束，我们一起去找蔡立秋，把事情弄清楚。
日出捕获岛屿，影子踏过潮汐，海浪追赶足迹，大口呼吸。此刻想跟上你，阳光融化距离，脚步胡言乱语，别太贪心。风掠过分，下了秘密，藏不住你的气息。蒸发后，一场大雨恰好困在一起，便利店关，买了冷气分杯雪，还如雨你别总是拿着手机假装对我毫不在意。夏天对我的意义，不仅是碳酸饮料和秋衣，清澈透明的勇气。热的浪在盛开。